传奇的时间已经过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问题你要讲，但是你没有讲，给你这么多时间，你耍了他们又在耍我们，连你父亲你也耍了。我告诉你，新闻一见报呢，他们也不会再跟你谈了，他们会采取法律行动了。我要做的工作我已经做完了，然后我已经给你很方便的时间，包括你父亲啊，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失信。现在钱，那里有人还要相信你呢？没有人会相信你了，你要去面对法。你财政上遇到问题，你就不应该拿那种已经关了户口的支票来签。啊，你欺骗了人家，也欺骗了我们这些，包括你父亲。现在记者招待会进行了一半，你自己要去面对的，妈妈的，包括警方那边的。OK，我不知道怎么样，应该要怎么样，应该要解决的时段呢，已经超过了。我不知道怎么样讲了，是你自己的诚信的问题啊。接下来更加没有人相信你了。你要怎样处理，我不会的。总而言之，就这样了，你要自己去面对了。OK，就这样。